说法不能离开这个思想的中心，缘起就是性空。好，缘起性空你体会不出来，诸位这个啊，这个是什么？叫做扶持。诸位听哦，如果我把这个磨成粉末状，磨成粉末状，哎，这个扶持不存在。诸位看看这个供佛的供桌，这个供桌是大理石的啊，也不晓得哪里搞来的这么大一个。好，把它磨成粉末状，桌子呢也不存在。我们现在的音声，注意听哦，这个是关键，一念开悟，这样一下子你就会恍然大悟。你注意听哦，你们现在有没有听到声音？哎，好，注意听啊、哦，我都还未拍的，你在那画悟。啊，注意看啊，缘起啊，注意看啊，听。咚，又消失了啊！注意听，缘起立刻消失，砰，刹那之间生，刹那之间住，刹那之间灭，生住亦灭，生住亦灭，没有办法停留，这个就掌握了邪佛的重心。注意看，缘起性空，声音一显现消失。诸位，我们的色身就是这样，没有一分没有一秒停得住。